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宋威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断剑，好不好？这款游戏呢，感觉就是一个断剑的游戏啊，对不对？那总之，我们先来这边看一下好了。这边写什么？它是要我选择模具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有那个，我看一下，这分别是什么？剑的模具。然后这个是圣剑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X 咖喱棒嘛。然后这个是长剑。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大剑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是短剑，所以说我们总共只有5种模具可以选择，是不是？那我先选择这个好了，就是剑啊，这个有点像中国剑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东方剑，我们用这个做做看。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剑架，就是摆剑的地方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在这边锻造，是不是？这边可以按，哦，我们现在是要敲敲这个石头，是不是？哦，金属要我们自己收集啊。我拿到2颗铁球，哎，让我敲一下吧，让我敲一下。哎，我收集到一点了，然后呢，它开始融化，融成溶液，然后把它倒进去，是不是？哦，倒到了不错的，这真的像那个东方剑的感觉，就剑柄很像啊。哦，有了有没有帅帅帅这个帅？然后他就被展示在这个地方了，我们是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名字就叫剑，然后他的等级是稀有，然后他可以卖100多块，好不错，我们可以不断的打造这种剑来赚钱，是不是？那圣剑不就更强了？我们来打造一下看看，来坐一下。敲敲敲，给我敲啊！说它这个材料是不是也有差啊？就是如果我敲到很垃圾的，是不是就很烂啊？它感觉有那种合金的感觉，所以说我不是每次都可以敲到好的，对不对？烧一下，烧一下。这个是圣剑，好粗的感觉哦。然后把它敲一敲。其实我觉得原本那一把比较好的，这把看起来还好。总之，我们目前就先每一把剑都锻造出来，看一下长得怎样好了。这个看起来其实蛮丑的，真的蛮丑的。在这里，这个更便宜啦。然后它的品质是就很普通的品质。换下一个，这个是细剑对不对？长剑细剑的感觉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看一下这把的品质怎么样？哦，它其实可以放好多把哦，我还以为它只能放就是中间这样子，看一下这把怎么样？哦，好，这把还不错哦，让我们继续做，我们就每把剑都给它锻造出一把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稍微锻一下。哦，跟我说我们锻造出来了，就是这5把，好不好？结果怎么这把颜色特别不一样？我们来个别看一下，这是，哦，好像品质都没有到很好哎。就只有那种稀有和一般的，然后我们做这种武器就只能拿去卖而已吗？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选的吗？我们来这边就只为了锻造剑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吗？我看我在这边，我就只能选择把它卖掉而已，没有其他选项啊。我把它卖掉了，干 嘛啊？等一下，我记得还有别的选项可以用。第二个，这个是训练哦。好像是打假人的感觉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还有关卡有没有关卡的感觉？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干嘛的。所以他跟我刚在那边断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是吗？我在那边断剑完全就不知道用来干嘛了。我现在是在训练，是不是？这么可以跳？哦，我要用我的游标转视角再跳，有够痛苦的这个。哦，我死了、欸！我的 fuck，这游戏超难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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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这太扯了，这游戏怎么玩啊？你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屁啦，这怎么可能过啦？啊，而且我只能走这种道路。我可以跑出去吗？不行，这里我上不去啊。你会跳一下？我是不是需要用到跳啊？可这游戏很难控啊！屁啦，这游戏超垃圾，这怎么可能过？你在胡乱我是不是？
哎 欸，我后来后悔我玩这款游戏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款游戏对我来讲，目前就是一款大病。我本来说它可以断剑，哎、欸，我跑过去的，我超强啊！这个是怎样？你觉得我会被这种东西打到吗？啊、不可能啊！接着，哦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跳过去的吧？这要跳过去的吧？我跳！哦，我可以在空中慢动作下来。他跳的时候还有这个预备动作，哎，小心小心，这个小心。我冲啊！靠！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死啊？干这垃圾游戏哎！我好不容易过这个地方，你跟我讲，哦，不行，我至少一定要过第一关，好不好？不知道这个跟我这我还我是我是要用我打造剑打假人啊！你跟我讲我来这里干嘛的？我在体能训练是不是啊？我在挑战什么体能极限王哦？太扯了吧！第一关这个超难过，我就是听他咱们哦，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就是现在啊，就是现在，wood 啊，干！我超气，我现在超气，可是哎，我可以下去啊！等一下，哦，我找到这游戏，我可以避开前面那个地方，哎，啊，剩下就靠我自己了。我家，来，就是屁啦，这里怎么可能啦？我这个死法是怎样？我这脚直接插在木板上，哎，我这个游戏连第一关都过不了，哎，什么鬼啊？不行不行，我们既然玩了这款游戏，我至少就要过一关，好不好？就我是屁呀，这边是有问题哟、哦，这个关卡设计有问题呀、啊！我刚明明就没有斧头在，你在胡乱我哎！我下次就等斧头升到最高，我再过。就是现在，屁啦！我这边是一定死哎，急死哎，太扯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他那边有 bug 啊，这个就是一款 bug 垃圾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这过不了那里哎。哎，我是一过去就死，那个斧头判定超级有问题耶！我知道，这边要怎么过。我先凑满血，跳过这个地方。哎，还是我是被火烫到啊？不可能吧！然后注意哦，我要直接下去哦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走呀！我跑啊！哎，我觉得这样有效哎。我感觉只有第一个斧头那边有问题，后面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所以我可以先。啊，等一下，哒哒哒哒哒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总之我可以先向下去啊，然后跳上来，哎，屁啦，他这一个判定都有问题，他扫过去，他那个地方就是有个隐形的那个什么隐形的刀刃在，你们知道吗？那边我不管怎么走，一定会死啊，来哦。然后只要就这一条有看到吗？这一条线，我只要跨过去，我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死，有没有啊？还是我要跳过去？跳过去有机会吗？我现在正在想办法破解这款垃圾游戏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跳，哎，有用哎，有用哎，有用哎，屁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必须离这根棒棒远一点。像我靠右没有，我就必须。有谁可以跟我讲这款游戏到底是怎么上那个 Play 商店的？我觉得我在玩一坨大便哎、欸。我有了，我有，我在空中不会扣血，垃圾关卡哎、欸。天哪，他还有十关呢、欸！我真的有办法玩完这个游戏吗？第二关看一下，跑酷游戏啊！我已经不在断剑了，我在跑酷哎、欸，这是什么鬼？要我跳火坑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设计也比较好，至少我不会那么容易死掉。啊，这个地方我就这样，我看到后面，啊，这个是要怎么过？有没有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知道怎么走？哦，可以，我过来。
来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个地方最好给我改过哦。如果我过去还是死，你就懂了哦。真的是垃圾游戏。那个作者可能做梦都没想到，我居然有办法过第一关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自己一定觉得，哦，这我自己做了这款大片，怎么可能有人过得了？然后后面的关卡就随便做，这个后面根本就复制贴上了。啊，可以，来哦，我要使出我的超级作弊大法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先跳过去缩短一下，然后等待那个斧头过去，然后就是现在跳，我跳。再一下，再一下，我跳上去，哎呀，太简单了这游戏，来，我居然会继续玩第三关，我真的是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被这款游戏骗了，所以说我也要骗各位观众，这款游戏的封面和标题我可能会做什么锻造，属于你的神剑啊，结果我们在这边跑玩这个垃圾跑酷。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够玩到什么时候，可能太垃圾，我后面就直接关掉了。我自己也不知道啦。总之我会继续尝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真的看到这个就赌啦，你们说，哎、这个游戏是怎样？哎，等下这里有空气墙，这里有空气墙啊，作者，你这个垃圾游戏居然还给我放空气墙，What the fuck？好，我们又来这里了。我已经不相信那个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决定我要从左边这边跳过去。你右边有放空气墙，这边总不会有了吧？啊，不会有了吧？这里，我就这样跳上来啊！这里还有最后一个关卡，我们靠边边，靠边一点，靠边一点，对，靠边走。呵呵，第三关轻松挑战。我这是第一关卡最久，后面都很简单。五星哇！这个游戏还跟我要五星，你不会吃屎？来，下一关，第十关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应该也很简单吧？干，不行，他只要有东西在甩的，我一定会死。干嘛？到底谁设计的啦？那么喜欢有东西是甩甩去的，是不是？气死我了！然后这个是怎样晒衣杆哦？我这样跳过去不就得了？然后没意外，前面又会有空气墙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太长了，郭总，这个太长了。我办法从这里跳到这里来吗？有可能吗？试试看好了。我跳，果然有空气墙。啊，操！好像有机会，我刚刚再跳一下就成功了。不然就是我第一个地方不能扣血啊，我要想办法跳过去。比如说，我先站上来有没有？然后起跳，我真的还蛮好奇这个游戏的作者有没有自己试玩过这个关卡。妈的，我现在已经有够不爽了，然后旁边在那边施工，我操！我跟你讲，我就再试这一次好不好？因为我一直在施工，我应该也拍不下去了，我就试这一次，看有没有成功，没有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妈的嘞，施工是怎样？来哦，跳到这个地方哦，我跳，我在跳，我在跳，哇，不行，算了，干，不要施工了啦。总之，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好不好？我玩不下去了。总之，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，好不好？游戏名称在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